且我再次重申一遍，这不是我们自己要发达，这个完全就是我们中国千千万万的苦难同胞啊！让他们不但人人有书读，而且人人有攻略。这里没有妖怪的，我行的，我行的，我来啦！我不是，我来啦，我来，我行。你碰到我，你干嘛的矮冬瓜？你敢打他？你以为我是吃素的、啊？我这一说不要，心里却想要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我要报仇！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信。凭我这素质都吸引不了你。看他熊样，我心好痛。你爽吗？讨厌吗？师妹，你还是快跟我走吧，不然不让你看到师哥的容颜。原来你也是驱魔人啊！我心中的很炽热的火花。光就在心中，充满色彩。乖乖。早说啊！我怎么不早说呢？早说、啊，早说嘛！你早说嘛！早说你又早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陈先生，请注重。花果山十三太保就是我。花果山十三太保，我就是老大。我是花果山十三太保，当年我从南天门一路砍到蓬莱东路，砍了三天三夜，眼睛都没有眨一下。但是有点累。我说我杀人不眨眼，你问我演技敢不敢？做第一是很荒谬很接吻。荒山野岭能找到这四个算很好运啊！荒山野岭能找到这四个算好运的。请问这位要换的是？我不是要换的，我是驱魔人。知道，给你换。看得出给你换。当帅哥是很痛苦的，你们这些奇形怪状是不会懂的。当帅哥是很痛苦的，你们这些奇形怪状是不会懂的。当帅哥很痛苦的，你们这些长奇形怪状的东西不会懂的。邓小姐会不会跳舞啊？不会。好，跟着我跳一段。不错，很有天分。有吗？有。知道我是谁不？我是花果山十三太保赤傲骨，我是老大。想当年，我手拿了两把西瓜刀，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路，来回三天三夜，是血流成河。可我就是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一点都没眨过。骨滚羹，大侠爱吃汉堡包，纯金牛肉全是毛。人生有个这样的朋友，哎，等等等等，好了。